该款保冰桶随附可提携滑轮，即使满载食材和饮品时也能轻松移动不费力，走到哪就能推到哪。其坚固耐重的外壳，除了具有良好的保冷力之外，也能当成椅子或桌子使用，稳定性十足。而超大的容量设计亦可装载足量的物品，对于喜爱从事户外活动的家庭来说，可说是相当具有魅力。此外，为了避免因箱内食材退冰而造成水分堆积的情形，其底部还特别设置了排水孔，只需旋转水栓即可立即排水，方便维持内部的干净与卫生。有长时间外出需求的人，可千万不要错过该款商品哟。极高的品牌知名度与广大消费者的好口碑，将这款商品称之为最划算的硬式保冰桶一点也不为过。不论是大家庭出游，还是与三五好友一起举办露营活动，超大的容量空间加上最长可达3天的保冷效力，让您买再多装再多都不怕。简单利落的鲜明色调在活动中相当易于辨识，可伸缩式的手提把与滚轮设计更增添了使用的便利性。此外，其上方盖子平整又耐重，不但可同时装载其他软式保冰桶，还能用来协助搬动其他物品，轻松省下来回搬运的力气。由美国知名户外用品品牌 Coleman 所推出的该款商品，兼具优异的保冷功能与时尚简约的外形，因此深受许多热爱户外活动的人所喜爱。双开式拉链加上快取式开口设计，不仅可方便拿取袋中的物品，同时也能降低冷空气溢出的情形，让保冷效力更加升级。而内部的蒸镀铝制抗菌内里可单独拆卸，且外层采用防水布料制成，具有优越的抗潮湿性，无论在河边或海边都能安心使用。加上其肩背带亦可当成固定带，让折叠后的袋子能够整齐的收纳，减少空间的占用。Snow Peak 以良好的品质与实用的设计深受肯定，其中该款软式保冷袋采用坚固耐用且轻盈的 PVC 尼龙所制成，搭配优质的隔热材质，让大容量设计也能拥有理想的保冷效力。而其在使用完毕后亦能折叠收纳，即使放置于车厢备用，也完全不会占用到居家空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该款式的每个接缝处皆采超音波熔接技术，因此完全不用担心水分会从中漏出。另外，为考量到搬动上的辛劳，其侧边亦有方便双人搬运的手提把，可充分发挥团体合作的精神，让活动气氛更加和乐。整体而言，是一款相当值得投资的商品。Captain Stag 助眼于提供方便实用、物美价廉的商品，让喜爱户外生活的族群能更享受露营的乐趣。这款保冷袋的黑色运动风格纹外形创造了一股时尚氛围，不论摆放于何处都有一定的辨识性，而平坦的硬质顶盖亦可当作小桌子或置杯架使用，便利性获得许多人的肯定。更棒的是，其内侧网袋可用来放置冷媒或冻媒，以加强及延长保冷效力，加上背带长度可随体型自由调整，且不用时也能折叠收纳于行李之中备用。各方面机能都相当人性化，还在犹豫的人不妨就从该款式开始试起吧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